我们今天做一道很简单的不辣炒五花肉。秋天快要结束了，要入冬了，一些瓜类的蔬菜就跑出来了，什么苦啊啦、丝瓜啦、金瓜啦，什么都跑出来了，也比较便宜。到视频的时间啊，这段时间菜也涨得很凶，啊，猪肉也涨了一点点，鸡肉还维持原来的样子。现在相对比较便宜的是养殖鱼类，像无锅鱼啊、鲈鱼啊，这个都大概没有什么涨到。要啊，比较便宜的蔬菜来吃。想一想，现在很多人的工作赚的薪水啊，都赶不上那个啊，这些东西的涨价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台湾很多东西只要一涨上去啊，就回不来。真的在外面要吃到那个铜板价的美食啊，或是说比较便宜的东西，还真的是不多。这些做铜板价的美食的老板都蛮有良心的。
看我下的菜好大一盘，就盐巴撒了一点点而已，因为啊盐巴不要吃太多。陪你的来做来吃，我是想吃什么就自己做什么，不像有一些不像餐厅料理都是比较制式化的。说白了来讲啊，就家常菜就是自己高兴就好。做糊啊，炒这个就是插糊啊，然后炒虾米的，应该有人吃过，他们都习惯哦，加杯水进去。当然了，加杯水进去是，对糊啊来说应该是差距不大，我没有加过，我不知道啊，应该是差距不大了，可是可以让它比较。快一点熟了，因为水下去就有点像煮熟了，这样会比较快一点。因为不化的性质有点像吃瓜。那我的习惯，我个人的习惯是，我不会去加熟，我宁愿花一点时间，慢慢把它炒熟了，因为它会出水。它出的水自己来蒸熟自己也就够了。时间会久一点，到底下去。